哎，这个过后份呢、哦，它的果是蛮大力的，它平均都有60到70克啊。给你看一下它的这个果，刚才大力的我们已经吃掉了，最大力的，这个是 Brooklyn Red 啊，这些啊，这个是 Chestnut Brado， 对不起，这个是 Brooklyn Red， 这个叫。因为我玩了蛮久了无花果，所以我一看果我知道了它的品种啊。这个是 Bigoshe de Dalmatie， 这个是青皮、啊嗯、这个是 Dalo、啊、还有一些这个 Kathleen Black 啊，其他就不摆出来了，可以看一下那个篮子里啊。每天我们找，我们现在刚刚有每天都有3公斤了左右的果，嗯，在市场上现在的果、啊，他们的价钱是，每公斤是85到120块马币了，一公斤。嗯，这个我要给你看一下，这个 Chestnut Brado 呢，它这个果呢非常有名的，它里面是非常漂亮的，就是很深的紫色，看到吗？啊。你看了就很，诱人，非常诱人啊，对，然后它的果也是比较漂亮的，它是有一个像葱头一样纹的，哎，对，像葱头一样啊，这个是我的小机器啄了一下，我在我的果园里面，我养了那个干蹦鸡啊，我们可以帮忙吃草啊，然后有鸡的嘛，所以。